级汽车。最强组合。为什么我每次都会输给超级汽车？难道他们有什么秘密武器？我要好好研究一下。哦，警车和挖掘机的战斗力最强。嘿嘿，我有主意了。完成了，没错，它就是警车和挖掘机的合体升级版，无敌汽车王。真是太完美了，不愧是我天才麦特博士的发明。无敌汽车王，去战胜他们吧。雷克警长，我已经帮你升级到最佳状态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好极了，谢谢你配了活。嘿，你们看，开心果帮我涂了保养液，还是草莓味的。是求救信号，快走！指挥中心，我要投诉雷克警长，他导出发射大王，把城市弄得一团糟。还有挖掘机库宝，他用铲子到处破坏。看他挖的大坑。什么？雷克警长和挖掘机库宝？这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们俩可是一直待在这儿。快看看监控。原来是麦特博士发明的汽车。他竟然复制了库宝和雷克警长的武器。哼，这个坏蛋就交给我们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超雷达警车雷克。铁臂挖掘机库宝。超级汽车出动。警车滴滴呜，滴滴呜，加速追击，冲冲冲冲冲冲！我的大王能抓捕，瞄准目标 ，Piu， 发射，瞄准车头，射击射击，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瞄准车尾，射击射击。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我是正义的警车，勇敢战斗不退缩。大意了。雷克警长，我来帮你。挖掘机呀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加速救援，我我我我要我，我的铲子力气大，举起石头这招，挥挥铲子，进攻进攻，撞呀撞呀，绝不退后，转转车轮，进攻进攻，撞呀撞呀，绝不退后，我是最棒的挖掘机，坚持到底不放弃。怎么办？他真的太强了。别灰心，我们一起上。警车向前冲，冲啊冲！挖掘机呀，挖石头，挖啊挖！我们是最强组合，并肩战斗。嘿，加油！警车，警车，发射大网！挖掘机呀，不断攻击！警车，警车，绝不放弃！挖掘机呀！为什么我又失败了？你当然会失败。谁让你遇到的是最强组合？消失的超级汽车。
我发明的大力拖车果然超超超大力，连货车搬搬都拖得动。马上要天亮了，今天的任务完成，明晚再继续行动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们好像被关起来了。嘿，嘿，糟了，门打不开。我们可以呼叫指挥中心寻求帮助。咦，怎么没有反应？别浪费力气了，这儿的信号已经被我切断了。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吧，哈哈哈！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别担心，雷克警长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看到斑斑了吗？好像没有。好饿呀！真奇怪，亚米今天怎么没来卖早餐？什么？亚米今天没上班？啊！小美去哪儿了？这里的垃圾桶已经满得装不下了。大家都不见了，情况不对，呼叫指挥中心。为了活，开心活，今天有很多超级汽车都消失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快帮我找一找他们在哪儿吧。没问题。奇怪，搜索不到他们的信号。不好，他们可能有危险，我得去找一找，快帮我升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朋友们在哪？雷达开启，加速前进，睁大眼睛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快来帮忙了。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线索藏在哪？人行道上，小水坑里，草丛里面，大树下面，发现大家的踪迹。朋友们，你们在里面吗？快救我们出去！雷克警长，敌人出现了，小心小心！长长钩子伸出来，危险危险！大大箱子飞过来，躲开躲开！警车警车要战斗，前进前进！丢丢向前冲，冲啊冲啊！正义需要我守护，全力以赴！大大钩子甩呀甩，晕晕乎乎，警车警车想办法，绝不认输。雷克警长，把他引到仓库前。滴滴呜，滴滴呜，看这里，打开灯光吸引你向我靠近。就是现在，全力出击，撞开门，拉住你。尝尝被关起来的滋味吧。危险的兔子车，
兔子车干得好，不愧是我最伟大的发明。去把城市搅乱，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！哈哈哈哈！雷克警长，站住，不许跑！我命令你马上停下！你严重扰乱交通秩序！讨厌的超级汽车又要坏我好事！哼，想得美！试试这个！什么？怎么变多了？糟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呼叫指挥中心！是雷克警长，请问你需要支援吗？街上出现了许多兔子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哈哈，兔子车搞破坏，快快把它抓起来！哦，警车，嘀嘀呜，一张大网抓住你！抓到了！兔子车一二三，跳上跳下满街跑，消防车最无敌，打打水炮砰砰砰！打中了！受伤了。完成救护。你们别得意，兔子车接着变。兔子车又变多了，大家加快速度，别慢，看我的。兔子车真奇怪，长长耳朵跑得快。无人机空中飞，发现目标追追追。加油！兔子车鬼子侠。从不见了，救护车飞得高，轻轻松松全找到。兔子车数量多，跑来跑去爱闯祸，这边追那边追，一起追击来包围，绝不搞定，合作愉快。讨厌的超级汽车，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，你们等着啊！超级快递，太无聊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哈哈，找到了。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看到了。它正在送快递。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！嘘，谢谢你啊，笨笨。没什么，
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咦，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啊，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贝乐虎，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！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货车，斑斑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跳跳出租车，米娜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，送货快又准。这不是我的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。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。这是农场的快递。第五第五送快递，跳啊跳啊送快递，吭哧吭哧送快递，天黑之前都送达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好呀！真假洒水车。啦啦啦啦啦！嘿，咕噜爷爷，早上好呀！您又在给小花浇水了。没错，这可是我的工作。那您继续忙吧，我要去巡逻了。再见，雷克警长。呼噜爷爷什么时候跑到我的前面了？嘿，呼噜爷爷。呼噜爷爷变得好奇怪呀。怎么回事？哈哈哈哈！我
水车太厉害了，这次看你们超级汽车怎么办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请帮我联系呼噜爷爷，让他别再喷泡泡了。开心虎，快看看怎么回事。嗯。哦，怎么有两个呼噜爷爷？你们在叫我吗？看来喷泡泡的洒水车是假的。嗯，要赶紧抓住它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螺旋洒水车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水花呀花，汽车能转圈圈，一不小心摔一跤。哎呦，别担心，我来了，泡泡都冲干净，哗啦哗啦下雨啦。救护车飞呀飞，受伤了别害怕，哇呜哇呜我来了。谢谢你，泡泡车别想跑，开雷达找啊找，一无底无找到了。站住，别跑，加量发射。不好，我的雷达撞坏了。没关系，我来帮忙寻找。我来清理泡泡。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转转右看看，泡泡车躲在大树下。嗯，怎么不见了？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找找右找找，泡泡车冒出小泡泡。被我发现了，洒水车哗啦啦，洒水枪会旋转，挡住所有大泡泡。泡泡车别想跑，加速度追啊追，瞄准目标抓住你。任务完成。嗯，这次先放过你们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喷泡泡，那就去给我们洗车吧。博物馆风波。哇，是霸王龙的化石。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。我们好害怕呀，快跑呀。好，我来啦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啊，哎，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哼，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啦！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正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
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！哎呀呀，博物馆里乱糟糟，走走！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！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！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！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。嘿呦嘿，大大石块吊起来。嘿呦嘿，恐龙化石找一找。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。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。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！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！我来啦，张开翅膀飞。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雕像雕像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旁边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超级汽车有办法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一只一只回来啦。失控的赛车，热身完毕，今天的状态非常好。是吗？福特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当然是要挑战你了。来吧，看看谁的速度更快。切，谁怕谁？得赶快让他停下来，呼叫指挥中心。
生什么事了？智能跑车福特失去了控制，情况紧急，我需要支援。好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过速赛车，前方。超雷达警车，来车。大力士吊车，大力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大家分头行动，避免碰撞发生。好。滴滴五，快快停下，十字路口有危险。轰隆隆，速度太快，小心别撞到。哐哐哐，伸出手臂拦住路口，不要冲。大钩子甩一甩呀，轻轻吊起来。谁来帮帮我，怎么停也停不下。谁来帮帮我，我也好害怕。让我来帮你吹呀吹呀吹上你，让我来帮你，不要再轻轻。不好，前面正在施工，我们要掉进去了。我来帮忙。来了，发射大王拦住你，向后退，用力用力向上拉呀拉，快坚持不住了！哐哐哐，吊车来了，伸出手臂扣住你，慢慢的把你吊起，现在安全了，我得救了！谢谢你们救了我，你没事就好。嘿，福特，我们的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呢。哼，来吧，比赛继续。你还是先修好自己再说吧。砰砰，爆米花。啊，能田大丰收。收割机哈维开始工作，小麦咔嚓咔嚓，南瓜咔嚓咔嚓，番茄咔嚓咔嚓，玉米咔，玉米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哦，原来是被他偷走了。嘿，你是谁？什么？哎呀，好痛！痛就对了，爆米花车，让他们吃点苦头。小鸡们，多吃一点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周伯伯小心！情况紧急，呼叫指挥中心！怎么回事？是我眼花了吗？白老虎开心虎，有辆会喷爆米花的汽车！阿伟，你没事吧？不过我绝不允许他这样浪费粮食，必须赶快阻止他。你说的对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装甲消防车超级。全能收割机哈维。超级汽车出动。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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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
快躲开，长手臂伸出去抓住你，爆米花爆米花噼里啪啦，大轮子转呀转追上你，冲呀冲呀，嘿，追到啦！不好，他要进攻，呵呵，交给我吧，准备战斗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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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，爆米花攻击危险在逃避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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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，水炮弹攻击快速强有力，爆米花变呀变满天飞，左边飞右边飞飞呀飞呀，消防车打水炮准备好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砰砰，小意思，哈，他没有爆米花啦，不好，他又要去摘玉米，放心，有我在呢，收割机咔嚓嚓齿轮转得快，东边跑西边跑，收割交给我，收割机刷刷刷，手臂长又长，大玉米小玉米全部都采摘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别想跑，哼，这就是浪费粮食的下场。寻找大怪兽，哎，妮娜，你在排队买什么呢？是最近新出的怪兽漫画书哦，我听说非常好看，雷克警长，你要不要也买一本呀？人太多了，我先去巡逻，一会儿再来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嘟嘟车们，我们发现了一个怪兽。怪兽？你们说的怪兽，该不会是他吧？没错，就是他。这是漫画，你们一定是产生幻觉啦。不，我们真的看到了怪兽。你们是在哪里发现了怪兽？带我去看看吧。跟我来。雷克警长，我们就是在这里看到了怪兽。没错没错，这是他留下的大脚印。看来真的有怪兽。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、开心虎，城市里好像出现了怪兽。啊，怪兽？没错，我必须马上升级去调查真相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，怪兽怪兽躲在那，开雷达滴滴呜，花园里面找一找，哦，发现大脚印，地上脚印一排排，样子样子很奇怪，走过去又躲过来，消失在花园外，怪兽怪兽躲在那，开雷达滴滴呜，大街小巷找一找，哦，发现大脑袋，是怪兽，我看见它了。一起抓捕大怪兽，速度速度要加快，左边右边来包围，我们要把你打败。是猪大叔。怪脚印和大脑袋，原来只是个意外，真相真相一揭开，哦，怪兽不存在。原来没有怪兽啊。朱大叔，真是抱歉，我们差点把你当成了怪兽。不要紧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打扮成怪兽的样子呢？
哦，对了，我是为了宣传这本漫画书。我听妮娜说它非常受欢迎。没错，如果你们也喜欢，这几本就送给你们吧。哇！